你在后面鬼鬼祟祟，到底想要干嘛？我一直有发出声音啊，哪里有鬼鬼祟祟了？再说了，你不能每次都对我态度这么差吧？我对没有共同语言的人，我就是这个态度。谁说我们没有共同语言呢？我们至少有一点，都很羡慕齐星。要不要聊聊你和爸？我没有爸爸。好，要不要聊聊你和他的事？至少有可能对我们的设计有帮助的。我从来没有跟他交流过跟设计有关的事情。你说说啊，或许对我的设计有一定的帮助吧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印象里面好像只记得他不喜欢什么，不喜欢喝茶，不喜欢中餐，不喜欢别人迟到，还不喜欢。哎，你再说下去我更不喜欢他。但至少我们好像又多了一个共同语言。怎么又这样？等我一下。行。